就是很多趣味指望着两三万块钱啊买什么真正的冰飘花啊，甚至买这种料子，甚至买这种比这种料子还要好的，那其实就往往这种想法啊就是会踩坑啊。拆开来看我的认识好多，是护照，之前去缅甸的护照啊那些东西啊。走了走了，志哥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，人家都那我们去看个料子啊。那个虎哥前天就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有新料子啊，让我去看一下。那我本来要去的又没去，我能去。昨天本来约好的，我又说没空，然后今天得去一下。坐车去吧，那边太挤了。好好好，电动车电动车。好好来、okay, ，我坐那辆我坐那辆。Later。到了吗，志哥？到了吗？要到了。他看不清我们的，你看他眯着眼睛的，你信不信？他看成这样看。眼睛有点不好，看料子看多了。他可能是那种远光眼还是什么？那么多哥也在。喂，生意好吗？这车堵起来了。好，来，你看，爱心人士啊，虎哥，你看养，全部收养了一些那种流量吗？哎呦，生了一窝，刚生的。我操，这美短哈。一二三四，美短吗？这是英短。这只还在啊，养了好久了，这只。这个肥，吃的好吗？吃的跟虎哥一样。这两只挺可爱啊。你说，姐姐，过。哎呀，多哥也在。在视频吗？拍一下嘛，记录一下。又搬家了。我那边不是找房租吗？找房租去过夜吗？坐。在这里真的。坐。这么靠你哈，还收了这么多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个其实挺有特色的。这个是。是吧？这个是。挖地基挖走的，哦，这确实是那种古钱币啊。这种合法不？啊，这种文物啊，合法合规吗？古董嘛，不要挖到什么商周时期的，清朝的吧？就以前的一文钱、两文钱就是这种了。哦，有没有兄弟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钱啊？里面是方的啊，应该是方，就是方的，可以确定一个周期什么的啊。金钱。清朝的，编了一个，我编了一个，哇，连这个活都拿嘛？要送了，我们来，你送东西，多不好意思啊！那想多了不？想多了吧？咸丰嘛，咸丰是个皇帝的名号，咸丰皇帝是吗？是吧？这是真的吗？真咸丰时期的吗？哦，心意收到了，兄弟。不卖啊？不卖。送，贵贱不卖，只送，凭缘分。只结交有缘人啊。他自己叫有缘人。你看呢、这几个，二、四、六、七，这七个便宜不便宜，不要，总还可以、啊。那取件东西，是啥的？缅甸人的。缅甸人的。他们不是遣返回国了吗？是，现在有好多这个。把它处理。这个也还可以，对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完整度就高一些了，这里也挺合适的。这个就画龙点睛嘛，就要去那个。分开谈还是一批谈？一批谈，一批谈总共几个？七个，要么想要这二十多，二十多，我这边给了十一万，给十一万，这个好像是要了六十啊。本来昨天晚上就叫你来看了嘛，你先看了嘛，你没来嘛。原来他们过来看这种东西呢，就看缘分嘛，所以说的缘分到了，啥都行。这种雕特色的东西倒是漂亮的，真正的皇家绿。这就雕个香蕉了嘛，雕香蕉，别吧，浪费了吧。那个是到手价，那个长的二十以上，二十以上打电话，好吧。好，对。这批这种真的不对啊。这个可以啊。这个就是我想要找的东西啊，木纳的冰糖心啊，发黑，甜甜的，这种做东西就无敌了。这个擦也漂亮，挺舒服的，对，带点底色的牌。裂还是有点啊，这里有一条大裂。那这种是在明处吗？它在明处啊，这边。这种小档口上，总完全看得到。多少钱吧，虎哥？这个谈一下，这个不错。这十二。十二。哎，说实在，虎哥，你说这一批这种，我真的不对装，就是开窗了，有点高，不着低不就啊。对，就有点那种，反正这种明一点的，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做货，
搞不好有手镯啊。手镯难喽。有那位置。位置是有。这种。斤斤多少钱嘛？给过76000。给76000。是想卖还是想？给你过去卖完卖了吗？你能看得着吗？是不是？8万一口价，拿走。8万。8万怕，8万有点勉强了。开个张喽，是吧？这批不对吗？怎么也得信任你了，是吧？怎么也得带一个走嘛，不然是吧？好久没见，张总得给哥哥开一个嘛。多给点吧。给多了吗？给不出手了噻。别整数嘛，我们也是给客户整不整数啊？整数不要，你要零头给我点啊。啊，零头给点是吧？你8万8嘛，他们看看吧，就8万了，8万拿不了，不差这一点，8万8万我也不差这一点啊，你对啊，是吧？那8000块钱嘛，你没有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虎哥，这都是有讲究的，你整数你没整了，你卖到头了，你零一点下来嘛还有余地涨啊。哦，还有这种讲究啊？还有说法的啊，有零有整有余力，行，加800，88000。你这几句话好值钱，你看800块钱就对，你多说两句，我看能不能再加一点。88000了，没有，我们也是。意思你就给88800是吧？不是啊，8800啊，我哥，我们经常打交道的，又不给你乱开价，说实在的。是啊，那我在性价比过来，我就说给你们了。那倒是想得到啊，兄弟们是吧？得，成交。哎对了嘛，感谢我，我也饿死了，真的是吧？木纳的料子啊，这种料子，这个小瓢口上自然光完全的发黑啊，压灯上去，整一个木纳料子的甜味纯度完全看得到啊。其实这种东西打东西出东西出来是相当漂亮的啊，这料子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棉啊，相信我。但是裂的话稍微要薄一下，好吧？量大，这个料子应该是有500克左右啊，就差不多有1斤的样子啊。整一个这个肉质是不变的啊，就不怕它变种。对，这边还有点花感，而且它这些敲口其实还蒙了一层雾，你稍微把它对对对对看一下呀，那个甜味啊，对那个感觉，哎，七哥说的没错啊，所以这种地方断虽然是断口，现在还有雾的啊，是吧？还有雾的，就是里面真正擦开的，就是这种预热的一个质地，发黑发甜，啊，说雾层薄一点是吧？对对对，它是罩着跟没罩它是两个概念。Later， 是的吗？有时候看料子呢就这样啊，可能一大堆料子我们不一定对装，也不一定看得上啊，性价比还是有的，因为毕竟可谈的东西嘛，后面太透露的，但是不太对装啊，真正对装的还是这种料子啊，就是稳稳的是吧，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个种水料，但是它的一个种水质地包括甜味啊，它整一个放糖的味道啊，完全都是看得到的啊。整个料子呢不变种是吧，这料子应该有500克左右，就相当于1斤啊，牌子挂件随便出，就是市场价来说这种料子怎么的大腕都是要的啊。 OK， 今天视频就记录到这里啊，像这种木纳料子大家其实市场上可以去对比对比啊，但是其实最怕的一个情况是什么，也因为近期翠友也有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，就很多翠友哎指望着2-3万块钱啊买什么真正的冰飘花啊，甚至买这种料子，甚至买这种比这种料子还要好的，那其实就往往这种想法啊就是会踩坑啊。当然可能确实大家接触的少，所以说对这种价格体系啊就被那些瞎搞乱搞的那种给带跑偏了，知道吧？当然有什么不懂的啊可以跟小智去一对一的去沟通，好吧？关于价格也好，我自己的朋友圈啊也每天都会发一些料子是吧，就是可以供大家去参考，好吧？真正的行内的一个市场价格是什么样的啊，好吧朋友们，那记得给小智点个赞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